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那我们上次是讲到归敬僧宝记。那前面讲到这个僧宝有几种就是学无学忍我们叫做四双八倍。那所谓的僧宝它基本上其实就是四双八倍都是所谓的圣者。那这些圣者的特点就是断这个烦恼那所以这里讲后有爱种永已尽，我所寂灭根亦除。最重要就是能够称为圣者，主要就是断了我见那以断我见那么就是得圣果，成为四双八倍。那最后就能够断生死轮回那前面讲的是所谓的僧宝的种类以及它的内涵。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是上次讲的，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以舍世间诸事业，种种功德所住处，一切众中为最上，起手增进大德身。这里主要是在说这个僧宝它能够断烦恼，那能够得解脱，出生死轮回。那么主要是他出家修行，那么具足戒定慧解脱之见在讲这一些。那么是所有的众生中那么是最为上等的所以我现在顶礼增进大德身。这个增进就是圣意身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先来讲以舍世间诸事业。所谓出家众出家僧，先来看对所谓的世间事业，我们先来看这个。那一般来说世间事业，简单的说就是四种世间事业就是四种世间事业。《大毗婆沙论》里面讲到四种世间事业，就是我们说的工作一般我们说士农工商职业。那这里讲的四种是农作就是我们讲的农，商务商庸作就是工这边就是农工商一般的了。那么自在可能就是我们类似讲的自由业那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那除了这个之外，其他比如说你算命的啦或是你是大户长者，你是这个请人家来做的啦反正就是有很多种比如说你医生那医生他基本上就可能是比较又属于就其他的。那世间上所有的工作都包含在这四种里面了。那其他的就自在比如说我们想的就是说他比较自由业的啦。好，那这个叫做四种世间事业。那大毗婆沙论里面提到就是说出家众舍世间事业出家他基本上离他的家，然后他也不用在家的生活方式，这个是所谓欲解之心嘛，依他活命，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从他所得而存记而生活。好，那他如果简单讲是四种就是我们的工作了就是不再有世间的工作，因为工作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生活基本上是这样的。那出家众不太一样因为你除了自己要生活，你要照顾家庭，孝顺父母，养子女等等这一些但是出家众他的目的就不一样所以他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就是证命的范围是不一样的那这些对在家众来讲是证命，但对出家众来讲就不是那依于解释第二论来讲见色则他基本上讲的所谓的世间事业包含第一个就是说出家包含这四点
啊，这个等一下我们阿含经里面啊，常常都会讲啊，足信子或是善男子善女人啊，正信出家啊，然后就讲这些，就是剃除须发，身着法服，或是着坏色衣，或是着袈裟啊，然后正信出家啊，基本上就是讲这个内容。因为这些人把它讲起来是这些，第一个舍世俗相好啊，舍世俗相好，这是我们讲出家跟在家的差别。出家跟在家的差别在哪里啊？那这里讲的是功，就是归敬身宝。那身为什么是宝啊？然后它的内涵有些什么不一样啊？它的种类，它的外在的形式跟内在的形式啊，有些什么差别啊？是讲这个。好，第一个舍世俗相好，舍世俗相好，基本上就是剃除须发，身着袈裟或身披法服啊，就是我像我们这样啊，这个头发剃掉了啊，跟在家人不一样啊，须发剃掉，然后穿这个出家的衣服啊，穿这个出家的衣服啊，这个舍世俗的相好，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叫出家相啊。那么第二个要舍活命啊，就是生活当的世间事业啊，你买卖啦，哦，耕作啦，做工啦。啊，这种种的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四种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一教经》里面的四不得。《一教经》有举出家人跟在家人最大的差别。那出家人可以做的，在家人不能做。那有一些是连在家人都不能做的啊。那就是你要远离这一些，你一定要舍离这一些，你才是能够算出家人啊。那《大智论》里面又提到，《阿含经》也提到啊，就是那真正的出家人，除了在外表上不一样，它在内涵上也不一样啊。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先讲这个所谓的世间事业啊。最简单的说法啊，就是《大毗婆沙论》里面的啊，一般我们叫做职业，世间赖以生存的工作啦，生活方式啦啊。那这个叫做农作商务，庸作自在啊。自在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自在我们说就是类似这个就是农工商啊，自在有一点就自由业啊，就除了农工商之外的，基本上都把它可以把它归类到这里了。因为都是世间事业嘛，啊，那么世间事、世间业嘛，哈、啊，事业啊。那么第二个啊，就是第一个叫舍世俗的相好，啊，是世间相，世间相啊，衣服啊，那么头发，那衣服的话不是世间的衣服，衣服的话最主要的就是它的数量、它的质量，跟它的颜色、款式，那么这一些要跟世间有别。要跟世间有别啊，那而且它有限制，质量不能太好，数量不能太多，款式它就是一块布，它不能太花俏，那颜色不能太鲜艳，就是它的颜色、款式，那么数量、质量，它都不能像世间人一样追求美好啊，追求高品质，不可以啊，这是。所谓的在家跟出家，第一个从形象上的差别啊，那么从拥有这些东西，他的要求也不一样。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识别身份啊，你就像这个衣服哈、哦，这个衣服基本上啊，就剃除须发，外道也剃除须发。那么有一些沙门集团，他也是剃除须发。那么但是外道穿的衣服跟佛教的沙门穿的衣服也不太一样。啊，就好像世间有很多职业，这种职业我们叫制服嘛，啊，护士啊，医生啊，法官啊，邮差啦、啊，那你一看就知道啊，这是做什么的啊，军人啊，那你一看就知道，那容易辨别。那我们说衣服啊，我们这个叫袈裟、坏色衣，它最重要的就是别身份啊，这我们也顺便讲好了，衣服就是衣服。我们的衣袈裟三衣 啊三衣，那最重要的衣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它最主要有四种作用，那么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别身份，识别身份 啊那人家知道啊你是耆那教的，是佛教的啊。那这个归敬身宝记它主要在讲现在在归敬身，那身有分啊，这里的归敬身宝记前面是归敬佛宝嘛，法宝，那身宝，那身宝它有分啊，声闻声跟菩萨声，那现在先讲声闻声啊，现在主要在讲声闻声啊。那声的意思其实是声的意思其实是声团啊，叫做和众。那这个众
基本上都是同一类的，我们叫做同形同愿啊。那同形同愿同相啊，那就是同思同一思学啊，如水如何啊，基本上这个叫做和合众。好，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个一啊，这个一啊，因为衣食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啊，这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这是说四件事业。那啊，一最重要的就是一最重要的有四种啊，四种作用。第一个叫做别身份，识别身份。穿这件衣服啊，像我穿这件衣服，你就知道啊，这个是出家人啊。但是如果我去泰国啊、斯里兰卡，我穿这件，你就知道哦，北传的出家人，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一最重要的是别身份啊。另外还有啊，就是遮身丑啊。啊，因为我们没有穿衣服就不能看啊。那耆那教啊，那么也不穿衣服，那有一些外道也裸体，叫裸体外道啊。那世间人不穿衣服也难看啊，又叫遮身丑。但最重要别身份，另外还有就是遮身丑啊，那比较不会那么难看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御风寒，为什么会制三衣呢？因为两件到晚上的时候有一点冷啊，所以就多一件大衣啊。那么你没有你这个衣服，那基本上有御风寒的这个作用啊，所以它是第三个。第四个叫做防蚊蝇，你如果没有穿衣服，很容易被啊这个干扰啊，那么蚊子啊、苍蝇啊、蜜蜂啊、什么叮啊，然后干扰，然后这个小虫咬啦啊，类似像这种的。那么这个是衣服的主要作用啊。那我们现在的衣服有一点点已经超越了这个范围了啊，就是说比如说啊，穿袈裟啊，然后这个袈裟不能带进厕所啊，这个袈裟只有做法会的时候才穿啊。那个已经跟，就是说我们现在北传的三衣已经跟原来佛陀制的衣的那个作用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了啊。好，那这个字我们就顺带讲的了啊，就讲这个啊，别身份、遮身丑啊、防蚊蝇、御风寒。好，那现在来讲啊。这个瑜伽师论里面讲到啊，这个出家众跟在家众啊，主要的一个差别，舍世俗相啊，就是剃除须发，着坏色衣啊，着袈裟啦啊，身披法服。这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啊，这个阿含经里面有讲。第二个就是舍掉世间这种四种事业，就是你不再做世间的工作的，你做的不是世间的工作。这个大比婆沙论说，舍世间事业，唯以祈求为业。你就是乞食，那么乞食是代表性的说法，包括衣服、卧具、医药都是乞得、乞求得来的啊，那么都不是你去赚钱然后去买来的啊，不是啊。然后第三个啊，除了这个之外，他还要舍啊。现在就是因为以舍，到底要舍什么？哈、啊，就是说你出家到底是舍些什么，你才值得恭敬啊，你才值得。值得恭敬，你才能够成就圣道，你才能够成为学无学。前面讲的学无学，你才能够断烦恼啊，断烦恼才能够成学无学嘛。学无学才是真正值得归敬的，值得归敬的身啊。主要在讲这个。好，那舍歌舞等人间五欲啊，就是离欲恶不善之法，离欲啊。那么如果你还懒着五欲，就跟世间人一样。啊，就追求名闻利养，啊，世间五欲啊，那这个就基本上就远离身的这种概念跟范畴啊。那第四个啊，就是没有家庭啊，就是离淫欲非犯恨啊，淫欲就是非犯恨，淫欲就是非犯恨啊，所以离淫欲啊，所以就是再没有淫欲这件事啊，那么他当然啊也出家。好，那这个是所谓的以舍世间诸事业。好，那我们从这里讲，大比沙论说，舍世间事业，我以祈求为业。那祈求的范围，所以一般来讲，因为这样，所以他对在家，就是出家人，他的一个生活的指导原则，就是所谓的四圣种。这个是所谓的四圣种，这个是四圣种，啊。四圣种就是在饮食、衣服、卧具这边，
医药也是啦，但是医药不是常常有啊，因为出家人所要祈求的最多的最多的天天要的就是饮食啊，每天一次吗？然后衣服没有，衣服就要一次，那什么时候再要呢？被偷坏掉不能穿的时候再要，那要一次就可以持续很久了啊。那你要没有了你才要，你有了，比如说你也有一件衣服啊，比如说我这一件的话，比如说穿三年坏掉，那坏掉了我再去要，如果没有的话，那不能要，不能要新的啊。基本上以前是这样的啦啊，所以衣服不是常常去要，那卧具呢也没有啊，卧具也跟衣服一样啊，那么坏掉了才去要的啊，那个坐具卧具。那另外啊，饮食是天天要的啊，几乎啦，几乎天天要了啊，就是一天一次。那所以基本上就叫做起食啊。那么但是这个是比较常有的。那医药是有生病的时候才要，没生病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那有些人一辈子都不生病，那就一辈子都不要啊，不用祈求医药。好，那么随着这个来讲啊，所以他这里就为出家众说四圣众啊，就是因为这个增进大德身，增进大德身就是圣意身啊，那其实就是圣者。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所以你要成为啊一个真正的出家人，圣一生，那么基本上你要遵循这样的生活原则或是指导原则啊。所以随所得食，喜足啊，就是你满足了，就是你不追求这个啊。那么一卧具，另外啊，乐断乐修最重要在这里啊，乐断乐修啊，那就是前面说的啊，前面这个偈文说的。或有爱种永与尽，我所寂灭根亦除。啊，断就是断烦恼啊，修就是修圣道啊。但也有说断苦啊，修定啊。那基本上就是断烦恼，修圣道。乐断烦恼，乐修圣道。那因为乐断烦恼，乐修圣道，所以你才能够断贪嗔痴，你能断我见我爱，你才能够断生死轮回。或有爱种永与灭啊，才能够这样啊。这个是这个偈基本上是在讲这个。所谓的身，它的内涵啊，然后是它的外向啊，然后是它的种类啊，那它的一个生活方式跟所谓的俗，身跟俗是不一样的嘛啊，就是在家跟出家啦，身跟俗啊，它基本上是在家跟出家。那另外身里面又有分圣意身跟世俗身啊，圣意的就真实的，就世间的。这个时候后面又讲的啊，增进大德身啊，就这些圣意的跟世俗的，那大概这个偈就是在讲这一些啊，在讲这一些，就是以舍世间诸事业种种好，那这个是以舍世间诸事业啊，我们大概就知道什么是世间诸事业好，那好还有要讲就是这个是啊，第一个简单讲就是生活方式，农作商务，用作自在。再多一点讲啊，就是舍世俗相好，舍活命等世间事业，就是这种农作商务，用作自在。然后舍歌舞等人间五欲，然后离淫欲。好，那还有一种就是更复杂一点点的啊，就我们把这个擦掉了，就是《一教经》里面说的啊，四不得。《一教经》里面有四不得，我们就顺带讲。说到《一教经》的四不得啊，就是包括舍离。世间他已经成就，已经舍了啊，所以他已经出家了，然后他已经修行啊，然后能够断某些烦恼，只要证出果就断烦恼了，证出果就是圣身了，学无学忍嘛。好，那《一教经》里面有讲四不得啊，四不得就是四种应该舍离的啊，就是佛对这些比丘讲应该要舍离的啊，他已舍。那告诉你应舍啊，那这些是已舍的，所以值得我们尊敬啊。《一教经》啊有讲啊，他讲啊，持境界者啊，就是正命的了啊。那这个是我把它归纳的啊，就是有四不得，一啊，我们讲四不得，不得啊。这个贩卖贸易安置田宅啊，就是这里，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就知道了啊。就是最简单的就是
大比佛上面讲的四种啊，然后再多一点就是这个《瑜伽师经》里面讲的啊，那四种啊，那再多一点的就是这个《一教经》里面讲的四不得啊，不得贩卖贸易，这个就是三，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这个就讲的详细一点了、啊，蓄养人民奴婢畜生、啊，另外一切种植及出财宝皆当远离。也是不得啊，种植就是农，集珠财宝，这是商啊，集珠财宝。皆当远离啊，都要舍啊，这个就是告诉你要舍啊，你舍好，这是第一个不得啊。他说好像要避火坑一样啊，就我们就不写了啊，就主要是讲这个，然后第二个。不得啊，就一教经的事不得了啊，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啊，这个就是农工啊，农作啊，和合汤药张相吉凶啊，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啊，这个自在业啊，和合汤药自在啊，自由业啊，就是算命的啊，看风水的啊，这些都属于比较自在业的啊。那仰观星宿，推步盈虚，啊，占相吉凶啊，算命类似都是类似像这样的了，啊，然后立数算计，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说自在业，这个是第二个不得，第三个不得，这个应该也是包含在自在业里面了啊，参与世事，通治使命啊，就参与政治了，参与世事。通治使命啊，做密使啊，作数先要结好贵人啊，攀附权贵了。好，这是第三不得，第四不得啊，基本上啊就简单一点啊，不得啊，就是主要是内在的包藏瑕疵显异惑众，就是我们叫做装神弄鬼了啊，包藏瑕疵显异惑众啊，就自己没有那么好啊，掩饰自己的不好。然后就装的啊，就是显异惑众啊，装着像很厉害一样啊，显异惑众。好，那么舍世间事业啊，基本上也是类似像啊《瑜伽经》里面讲的啊，就是不得啊，贩卖贸易、安置田宅、斩伐草木啊、垦土掘地、参与世事、通治使命、包藏瑕疵、显异惑众啊，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啊，大概知道所谓的世间事业。简单的讲啊，就是类似像我们讲四农工商这样的，那农作商务，庸作自在啊。那么再多一点讲啊，就是从形象啊，从这个《瑜伽师经》里面说的啊，也是四种啊，就是舍世俗相好，舍世间事业，就是《大比菩萨论》的四种，就是《瑜伽师经》的第二种啊，舍世间事业。那么。另外啊，就是要舍离这个世间的五欲，啊，舍离淫欲啊，就出家了啊，就不以家庭为主了啊，就没有太太，没有先生了啊。好，那这个《大比菩萨论》的四种事业，就是《瑜伽师地论》里面说的啊，第二种。那《瑜伽师地论》说的啊，就是整个包括从外在到内在啊。那《一教经》里面说的啊，就包含就在延伸。延伸这个世间事业的范围啊，就是大概属于这些啊。那我们大概知道出家到底以舍世间诸事业，它是以舍，那到底出家要舍离什么，要舍掉什么世间事业，什么是世间事业啊，那讲这个。好，那这一句我们已经知道了。好，种种功德所住处啊，那这个我们上次有说到，那出家的功德啊，最主要这些甚深的功德，最重要就是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啊，它是世间的福田啊，所以种种功德所住处。那这个上次我们有讲啊，所以如来圣众啊，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之间成就啊，种种功德所住处，就是它是。
具有这些功德的人啊，我们这边写一下好了，种种功德所住处。好，这个就好。另外讲到这个四圣种啊，这个大毗婆舍论说，舍世间事业，我以祈求为业。那么祈求里面就是包括啊饮食、衣服、卧具、医药。那佛就依着这个来讲四圣种啊，就乐断乐修。最重要就是乐断烦恼，乐修圣道。好，那这个我们就擦掉了啊。就以舍世间诸事业啊，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现在来讲种种功德所住处。真一阿含，真一阿含，高传品。他说：“如来圣众啊，就是前面讲的四双八倍了啊。中阿含就讲的四双八倍，再分的更多一点啊。学有十八种，无学有九种，就二十七种啊。那一般来讲就是八种，叫做四双八倍啊。我们就简单讲就可以了。好，那么如来圣众啊，戒成就。”他到底具有什么功德啊？那前面的偈也有讲啊，就是他已经成为圣者啊，后有爱种断掉了啊，烦恼有些都降伏掉，有些断掉了啊。那么最初的啊，就是出果也断三解，观念上的错误啊，这个我们上一次有讲啊。那么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之见成就。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五分法身了啊，它为什么值得我们皈依？为什么值得我们供养？为什么值得我们恭敬？为什么值得我们赞叹？啊，其实是这样啊，解脱知见成就。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五分法身啊，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啊，我们说的五分法身戒。三昧就是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解脱之见五分法身啊。这里说的就是啊，一切功德，种种功德所住处啊，就是福田。这个啊，上次有讲啊，那么圣众大海行福田啊。好，那后面说一切众中为最上，起手增进大德身。那么一切众生中，那么是最上的啊，就是最为上等的，就是最值得我们恭敬赞叹供养的。所以我顶礼啊，起手就是顶礼，五体投地，增进大德身。好，来讲这个增进大德身，起手增进大德身啊。这里最主要的就是啊，第一个是什么？什么是世间诸事业？第一个，什么是增进大德身？好，我们先来讲大智度论的说法啊，这个是大智度论说的。智论啊，卷九十九，我们发现这个前面的记哦，在九十九里面有很多都有解释啊，卷九十九一百这边啊，最后都稍微有讲到啊，讲到最前面的记啊，包括归敬佛宝、归敬法宝。好，那他说得诸法实相，名为佛。那这个我们在说归敬法宝记的时候已经讲了很多了啊，得诸法实相名为佛。得诸法实相有差别故，有须陀洹啊，这个就是前面讲的学无学，乃至辟支佛。大菩萨是指无生法忍以上的菩萨，只有无生法忍菩萨他才证诸法实相啊，无生法忍以下的啊那就没有啊。我们讲这个菩萨，大智慧里面讲的菩萨有四种啊，后面也会讲到啊，这个菩萨啊，菩萨主要有四种啊，初发心、久修行、阿毗跋致就不退转得无生法忍了啊，跟一生不处，这个是凡夫，这个是圣者，这个是有得诸法实相的啊，圣者。好，那这个是大菩萨啊，指的是
指的是这一边的啊，这边才是大菩萨，这边才是大菩萨。啊，他说四名真佛弟子，四名，这些都是佛弟子啊，四名真佛弟子，真正的、真实的啊，那就是真净的、真净身啊，四名真佛弟子。佛弟子，不管那这里是包括在家出家啊，这里是包括在家出家，因为菩萨也有在家的啊，那僧一定是出家的啊，主要是这样。好，那这个是大智论里面说的，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啊，它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摩诃般若卷二十七，它是这样讲，他说世人行般若波罗蜜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名为真佛弟子。不虚妄受人信施，所以是一切功德所住处啊！不虚妄受人信施，就是说你供养他，你一定会有福报了啊！你一定会从他那边得到利益了。世人应受供养，为世间福田。那么这里是所谓讲到所谓增进大德身啊，增进大德身。那还提到大智论里面把这个身分作。啊，主要分作几种。好，我们先来看啊，这个是他在讲所谓的增进大德身。好，那这个智论里面先说到啊，那么最重要所谓的增进大德就是得诸法实相啊，得诸法实相，那这是行般若波罗蜜才能得诸法实相啊。那么主要是这样，他才是真佛弟子啊。那增进大德身，好，那么所谓的增进大德身啊，我们再来看，就是。他把经典里面把所谓的身一般分作两类，凡夫跟圣者。那有的把圣者分成三类，有的把凡夫分成三类啊，就是把它分开来啊，分开来说啊。我们来讲所谓的增进大德身，增进就是圣意的意思了啊。诚实论里面啊，在讲这个归净记的时候啊，他就这么讲：义理增进法即圣弟子众。那么增进法就是圣意法啊，诚实论在讲归诚实论前面也有这个论前面也有归净三宝记啊，它的归净三宝记前面就讲啊，义理增进法即圣弟子众啊，那这个增进的意思其实就是圣意的意思，圣意生啊，那么真实的啊，圣意的啊，好，真正的好，那么他说义理增进法。那么增进就是圣意的意思啊，能够得圣道的即圣弟子众，即圣弟子众啊，就是所谓前面的四双八倍啊。那这个增进基本上就是圣意的意思，圣意地，圣意法。那再讲到所谓的圣意啊，我们就稍微分一下，先来看这个长阿含啊，把所谓的身分成四类啊，长阿含把身分成四类。第一个叫做圣道，叫做圣道沙门啊，然后第二个叫做说道沙门，这个道啊就是解脱道啊，阿含经里面都是解脱道啊，然后这个活道啊，就是我们说的菩提道了啊，坏道啊，他把它分成这四个，那这里是把所谓的好的跟不好的分，那一般来讲啊，只有这个是不好的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如果依这个南传的啊，那么或是其他的说法，它有时候叫圣道，有时候叫行道、说道、依道跟悟道啊，行道、说道、依道、悟道啊，大智度论有不同的分法哦，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啊，就是所谓的身啊、沙门啊，他们要分这几类啊，就是他所谓的增进是指哪些啊，那么所谓的行道沙门。如果依南传的小部的经典来讲，它是指啊，指这个得圣道的圣者，四果的得圣道的，这个是四果的圣者，阿罗汉。那么说道，他也得圣道啊，但是他是出果道三果，这个就是无学，他是这么分的 啊。那这个是有学啊，出果道三果啊，加正确理解便为人解说啊，
正确理解圣道，并为人解说。那这个是有学啊，他们是这么分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就能够这么分啊？我们不知道了，但是有人这么分了。那有些可能就是行道、说道、义道啊，那并为人解说啊。那这个是出果到三果，那这个义道就是凡夫了啊，但是他是认真受持正法啊，简单写比较容易记了哈。亲近修道的啊，是亲近修道的，那么这个也是值得供养的啦啊，但是他不是真进大德身啊，但是他也是亲近的，他是亲近修道的，但是他是凡夫，这个是凡夫亲近修道的啊，可以这么讲了，凡夫亲近修道的啊。那么悟道沙门啊，就是他是凡夫，但是他不认真修道。他是为什么名闻利养的，贪图名闻利养的啊，那就是贪图供养的啊，贪图名闻利养啊，就是前面的四事供养啊，贪图供养啊，贪图名闻利养的名声啊，然后利养权力的啊，利养他也是凡夫。好，这个是阿含经里面的分法啊。那如果还有其他的分法啊，我们顺便看一下啊，讲这个真经大德身，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一阿含经啊，那么真经大德身这两个肯定是啊，那这个勉强可以是、啊、基本上因为他也是清净过生活嘛，虽然还没证圣道，但是他这样修也可以证圣道啊，但是还没证圣道。好，那这个是所谓的真经大德身。如果一啊，那我们再用其他的，就是这个是阿含经的分类啊，南传的、北传的、阿含经的分类。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大智度论啊，或是律典的分类又不一样，主要是圣义身了、啊、哈、啊。好，我们来看，如果是依律典的话啊，这律典也有很多部律，它讲的不太一样啊。如果依十诵律啊，十诵律也把所谓的身分成四类。但是有一类是圣义身而已啊，就是破烦恼的啊，得圣道的，这个叫圣义身啊。它一个叫做十诵律分名指比丘啊，有时候叫比丘，有时候叫沙门，都一样啊。自言比丘，这是说自己说自己是比丘，但实际上从他的行为来看啊，他不是真正的比丘啊，是这样。第三个唯起比丘啊。第四个破烦恼比丘啊，那很明显的就是破烦恼啊，那这个就是一般的唯起，就是一般起始的。那这两个就是啊，他比较不持守戒律、不知道佛法的啊，这个名字但有名字啊，没有实义但有名字啊，这个是但有名字啊，就是他有名无实啊啊，基本上就是这样。那这个是自说非是。自己说自己是，但其实他不是，啊，也是类似像有名无实这一类的啊。那所以真正深进大德身啊，就是这个破烦恼。好，另外啊，另外这个啊律典他也有啊，有其他的啊，我们就不用再啊，那么举其他的了啊，我们就举大智度论的智度论的大智度论讲四种。讲四种，那么他是讲啊有修无修，有修身无修身，那么雅扬身啊，还有真实身。好，所以这个他这个真进大德身指的是这个，那么有修身就是有惭愧的，有惭愧心的，这个都是世俗的，这三个都是世俗的，这三个都是世俗的啊，应该是这样啊，这三个世俗。有修身就是有惭愧心的，有惭愧心就会持戒了，不会造恶业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阿含经里面说啊，人跟畜生最大的差别就是有惭愧心啊。那么修道如果没有惭愧心，就会犯很多戒啊，不持守戒律，基本上是这样的。那无修身啊，基本上就是犯戒没有惭愧的啊，差别就在这里了。
这个就是有持戒的啊，有跟犯戒的。那另外就是啊，那么他虽然有持戒，但是他愚痴啊，他也不晓得戒的目的啊、意义啊啊，例如像讲愚痴，愚痴不知正法律，只知道持戒，不晓得为什么要持戒啊。那有时候持戒反而跟法背道而驰，他也不知道啊，不知正法律，不能也不能为人家讲啊，也不能说。那么这个把它叫做雅扬身啊，那么真实身啊，就是有修有证，有修有证的啊。那《大智慧》里面的真进大德身啊，明显就是指的这个啊，基本上是这样了。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讲到以舍世间诸事业种种功德所住处啊，那这个一切众中为最上，其所真进大德身。那么一切众，这个一切众基本上比较是属于啊，我们可以广义的来讲，就是一切众生。但是这个佛法里面讲的众啊，基本上就是身是和合众，就是一切修行团体里面啊，如果是身呢、啊，你基本上因为身现在有所谓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个人啊，出家众，出家身；一个就是团体，团体和合众，众和合身是和合众的意思。那么一切众就是一切团体。那么因为佛陀时代有很多很多修行的团体沙门集团啊，那么这所以从两个意思来讲，就是说从修行团体来讲，叫佛教啊，佛教的这些僧众是和合僧，是一切修行团体里面最值得尊重的。从个人来讲啊，这个圣意僧啊，是一切修行者里面最值得尊重的啊，基本上是这样。